节目预告，明天十月八号，也就是礼拜二，在我们的主场地呢，有我们台湾地主队八方传统义阵创新艺团，还有来自泰国、马来西亚、菲律宾以及波兰的团队精彩演出。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美丽的夜晚，明天晚上七点半见喽！谢谢大家，也谢谢辛苦的工作同仁，谢谢文化局，谢谢我们的立正堂，还有谢谢玉祥公司，谢谢。哦，这边十点啊嘞，哦，下雨不对呢，哦，日本那个哎呦，泰国哎呦，哦，小雨遇到那个下小雨，不对呢。